你看咱们这上啊，这双台上啊，这乾隆80岁前是那两封。 上香给他里边请香，烧高香啊，烧高香，求事求药，求家人财两旺。给他们到这来看一下。哎，老哥，你看那后面山峰那是个鸟是什么？是那打这石罗汉走了，那鸟老在那。啊，打这石罗汉走了，那鸟老在那。 那鸟儿，那是那里边有个窝，好像。